喜欢猫还是狗？狗。刺客还是匹克？刺客。喜欢男的还是女的？零食还是正餐？吃饭还是睡觉？睡觉。剧情片还是动作片？剧情片。对象最喜欢谁？一个形容词形容自己。好。个人的近期目标？对，近期的目标是？Discount.